好，欢迎收睇《识食攻略》，我系识食特工 Mavis。最近天气咁冻，梗系约埋一大班 friend 打边炉啦。今日就带大家嚟到铜锣湾嘅港式火锅店，跟住我一齐去滚啦！餐厅以七八十年代怀旧风为主题，到处都系打卡位 ，VIP 房仲可以唱 K 添。户外位置可以望住维港夜景打边炉，劲超啊！食物方面都有好多选择，汤底推荐龙虾花甲汤，海鲜分量十足，会先炒锅再加汤，再搭配丰富海鲜拼盘，豉云海斑、海虾同埋生蚝等等。牛魔王唔可以错过 A5 牛肩肉，油花分布均匀，入口即溶。安格斯肥牛肉味香浓，手打墨鱼丸、虾丸同埋牛肉丸口感都够晒弹牙，诚意十足。另外都有小食同埋其他主食提供。